推轮椅的民众需要进入避难处所。 应该要将轮椅以背向下坡的方式进入避难处。目三，疏散避难演练。我们可以看到路，请往这边走，请往这边走。皇宫警报，我带着你的避难包到皇地下室，皇宫避难处避难，避到皇宫地下室，避到皇宫地下室，不要出来，避到皇宫地下室。 请各位长官及贵宾注意，他们身上的紧急避难包。请各位长官、媒体朋友移动到。民众进入避难处所后，将采取避难方式进行避难，并由警员及防难员协助引导动作。一，踩柜姿。大家先跪一下，踩柜姿。 三，胸口远离地面。胸口远离地面。四，双手遮住眼耳。双手。五，嘴巴违章。嘴巴违章。遭遇空袭状况，尽量选择稳定住台时的坚固建筑物。1月1号到7月15号，全台北市456个里，我们每个里都有做这样子一个像。 那今天是正式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防空避难很重要，这个观念大家都要有。万一真的话，当然才不会慌张，然后才知道怎么做。不会，我对台湾有信心。哦，就是因为台湾国际关系，就是因为有中国的因素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有必要说要有这个万安演习，对我们民众来说很实用。 就教导说，他们万一飞弹来袭的时候，正确的姿势才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这样，我们今天的演习总共将近100位的里民来参加演习，然后这个演习的重要性呢，就是了解一下，如果乌俄战争嘛，现在乌俄都在战争，了解一下，如果发生战事的话，里民可以知道如何来疏散。 里民是会很踊跃来参加啦，当然是两岸比较紧张的情形之下，会多少会有一点紧张的气氛啦。